博龙牌畜禽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设备，适用于不同粪便、畜禽尸体、餐厨垃圾、生活污水淤泥的处理。有机废弃物水分只要在70%以下，无需添加任何辅料，可以直接投入罐体内。该设备采用的是立式封闭罐体结构，减少了安装占地面积，采用好氧微生物有氧发酵原理，使微生物利用畜禽粪便和尸体中的有机质、残留蛋白等，在一定温度、湿度和充足氧气环境状态下快速繁殖，从而实现对畜禽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。它是一个连续的系统，每天都可以投放废弃物，有机肥料每天都在产出。博龙，推荐绿色畜牧时代。